Hello，小朋友们好！小朋友们知道我是什么动物吗？汪汪！嘿嘿，我是腊肠狗达西西。今天我给小朋友们带来了超级大的百乐宝玩具蛋。你们看，这个上面有猫咪，哇，是猫咪国王。我猜它是不是加菲猫呢？这个呢？哇，它看起来像青蛙，但是它有三只眼睛哦。我觉得它应该是可爱的小怪兽，小朋友们喜欢吗？哇哦，插不上它，里面就能存钱啦。哇，外壳真的很大，能装很多很多钱。小朋友们有没有存钱啊？哇，里面装了三大包好吃的饼干。西西果冻是凯蒂猫造型的哦，哇，真可爱！这个手摇风扇，夏天的时候就能用到它啦，节能又环保，不需要用电池，不需要用电，只需要用手摇一摇，哇，真凉快呀！上面还有笑脸。接下来我们分享健达奇趣蛋，它是女孩版的哦，和达西西一样都是女生。这里面装的是丰富的奶制品，还有巧克力球，味道好极了，很好吃很好吃哦。这个是勺子，还有新奇好玩的玩具，快来玩一玩哦！啊，这个玩具我玩过哦，是一个画画玩具，可以给女生换衣服哦。小朋友们有没有漂亮的衣服啊？喜欢哪一件就换上哪一件吧。首先把这张卡片拆下来，然后插上去。好了，我们给谁换衣服呢？中间的这个女生吧。哇，换了条红色的裤子，黄色的袜子，接下来我们一起画画哦。中间这个女生把这张透明的纸片放上去，放平，用铅笔描出来。嘿，很好玩哦，很有趣。很简单，这就完成了。好了，小朋友们，我们今天就玩到这里啦，
下期再见啦，拜拜。